六殿变成王，掌理大海之底，镇北方卧巧石下的大教幻大地狱，宽广八千里，四周另有十六小地狱，长跪铁砂小地狱，屎泥近身小地狱，磨摧流血小地狱，前嘴含针小地狱，割肾鼠咬小地狱，极网黄钻小地狱，背倒肉浆小地狱，裂皮祭雷小地狱，咸火避喉小地狱，丧火败轰小地狱，粪污小地狱，牛雕马造小地狱，劈翘小地狱，啄头脱壳小地狱，腰斩小地狱，剥皮宣草小地狱。世人若犯以下罪事，即入此地狱：一、怨天尤地，抱怨风、雷、晴、雨、冷、热，对着北方大小便哭泣；二、偷窃神佛装葬的宝物，刮取神佛圣像上的鎏金或金牌，随便呼叫神佛的名讳、圣号；三、烧毁涂损劝善的书籍、文章、器物，不尊敬爱惜有字之纸与经书；四、寺庙、道观、宝塔的前后泼洒堆积秽物；五、家中供奉神佛的法像除灶不清洁；六、不戒食牛肉、狗肉；七、家中收藏违背正理或邪淫黄色的书刊；八、在衣裙上绣上龙凤的图像，雕刻图绘神圣的图像，例如太极图、日月、七星、和合二圣、王母、寿星、所有的上仙、三世诸佛的形象或万字花样等在衣服器具上；九、浪费糟蹋五谷；十、囤积米粮，期待卖高价钱。犯以上的罪事，都发入大教幻大地狱，在查出所犯的事件性质，分别发配至所应受刑罚的小地狱接受苦刑。期满转介第七殿，再考察有无第七殿管辖的罪恶。世间的人，如能在三月初八如素持戒，清净身口意，发誓立愿，今后不敢再犯以上的诸罪，并且能够每逢五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日、十月初十境界不行房事，同时立愿此后要辗转劝诫别人，如此则准许免受以上诸小地狱的苦刑。请问法师，为什么在衣服上画有日月、太极或佛像、神像等等图案是有罪的呢？世人须知，这些图像都是宇宙间神圣的表征，而穿着是代表一个人的德行。如果不问自己的德行，随意穿戴使用，不仅有辱神圣内涵，一不小心恐怕引起世人的误解甚至毁谤，间接影响或断送了大众亲近善法或善知识的机会。这样损失的不只是像财物之类的而已，影响的是世人的法身慧命啊。这样的罪过是不是很大呢？好，听完这些地狱罪罚，我来讲一个关于偷盗三宝财物受报的故事。民国三年，1914年，鸡足山祝圣寺传春戒，由于沙弥叫做真净，向常住借48元设上堂斋，受戒后即回去，借款一直未还，几经索讨，竟伪造收据寄给祝圣寺，并附言祝圣寺某师已来取回借款。当时虚云老和尚的侍者程静奋欲追究，为老和尚劝止，不料程静竟于次年感染疫病，因而原籍。
常住，为其沐浴更衣，换穿新蓝布褂裤，涂皮后骨灰归他。民国五年，西元1916年，祝圣寺春戒期间，真进忽然来到祝圣寺，老和尚不但既往不咎，请他当八音礼师。当比丘坛洒净后，老和尚刚回室，赵克师即来报告，八音礼师忽暴死。老和尚赶往看事，只见真净倒卧地上，口吐白沫，大众正为他念佛。忽然间，真净大叫：“快拿钱来还常住！”真净，你怎么了？曾经隐赞师向我索钱，有什么凭据？隐赞师身穿新蓝布衣裤。曾经，你放下吧，个人因果个人当。一会儿，真净醒来后，就疯癫失常了。后来老和尚为真净在五斋时向大众开示：真净之病乃是不明因果。成净好心讨账，反累常住不安，今当中发漏，了结一重公案。经老和尚这么一说，真净的病竟奇迹般的痊愈了。